国圣人对这些事情，我想他们也知道啊，知道怎么他不说啊？为什么不说呢？一般这个世俗的群众没有这个境界。在古印度啊，释迦牟尼佛那个年代，印度宗教之国啊，他们宗教的这个信徒都有禅定的功夫，学术界里面啊都知道学禅定，在禅定里面可以突破空间维次啊，也就是说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次他们都能够突破，就四禅八定。他能看到非想非非想天呐、下面能看到阿鼻地狱，这不是假的啊！谁得定，谁就能看到。你问那些得定的人，请教他们啊所见到的这个地狱状况和天堂状况，他讲给你听，大家都讲得一样的。这不是假的啊，他不是用科学仪器啊，他是用禅定功夫把空间维持突破。现在科学知道确实有空间维持存在，但是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，找不到方法。啊，那么在古印度这一些宗教学术界的大德，他们在几千年前啊，如果是从印度教来讲，这印度教长老告诉我们他们的历史这一万多年啊，可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学术界里头啊承认他8500年啊，比我们佛教早5000年。他们自己说10000多年，我相信啊，他们不重视历史记载啊，代代相传呐 啊空间维次突破了，那不一样啊，境界完全不相同啊，都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。所以灵魂呢，实在讲，中国圣人对这些事情，我想他们也知道啊，知道怎么他不说啊？为什么不说呢？一般这个世俗的群众没有这个境界，不说好，说了说扰乱他们的心思啊，让他们就胡思乱想去了啊，不如不说，程度没到。啊，所以夫子他所讲的是人道啊，天道鬼神很少说啊。那么这都是说机感不同，所以教学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啊。我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出来，我说自信是我，这佛法说的自信是我啊。那要随俗来讲呢，随俗讲就不能叫灵魂，叫灵性啊，魂不灵啊，魂要灵，你到世间来投胎，你一定会选大富大贵人家啊，那个日子多舒服啊，你要投胎到贫穷人家去，那不是错了吗？迷呀，他不觉 啊。所以夫子说得好，夫子在《易经·系辞传》里面
啊，他讲游魂为变，精气为无，这两句话说得好啊。啊，这个鬼魂呢，速度很快，动荡不止，它定不住，啊，速度很大，啊，真的它是游魂。啊，这个说的很有道理。那么在佛法里面就是迷魂呐、啊，他迷了，迷而不觉，啊，那个是自己，啊，实在讲什么，就是佛家讲，佛家讲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是迷，啊，觉了呢就不叫阿赖耶识了，叫自性，叫法性。一桩事啊，迷悟不同的名号啊。我们凡夫跟佛一个心，一个自性，一个灵性，丝毫差别都没有啊。啊，我们在贤首过思的望经还原观里面啊，得到这个信息。他老人家给我们讲得很详细，讲得非常的精彩啊！我们学了之后啊，虽然没有证悟啊，怎么有解悟啊？啊，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佛菩萨祖师决定不会欺骗我们。啊，我们对他要有坚定的信心。啊，那我们学佛呢，没别的，就把它找回来。啊，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找回来。所以他论文的题目，望境还原。还原就找回来了。啊，把真的我找回来了。啊，身是假我，把身认为是我了。那你就错了，啊，这是错到家了。所以头一个觉悟，身不是我，啊，身是我所有的。这个事实真相，真明白了，真清楚了，你怕不怕死了？不怕了，为什么？没有生死，你怕什么？啊，舍生命呢，就跟脱衣服一样。我衣服脏了，你脱掉，丢掉，再换一件新的。啊，阿赖耶就是这样的。阿赖耶在佛法里叫神识。啊，这个身体老了，不好使用了，换一个新的嘛。啊，可是。有的人越换越好，有的人是越换越差，啊，这个关系大了，啊，六道里面人天好啊，畜生、魔鬼、地狱那就很差了，啊，你换什么身？啊，这里面讲。业因果报了啊！你的心善，行善，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是自信啊，自信的心得啊，自信心得里面的核心，用我们现在一般的话来说，就是爱。佛法里面讲慈悲也，中国古人讲仁义也，啊，就是那个本性里头就是爱，
啊，确实，见性之后，自信的爱呀，自然流露出来了，决定没有分别，决定没有执着，啊，他的爱心遍宇宙，遍法界。啊，像光波，像电磁波一样，遍法界、虚空界，通通感受到，无表色，我们看不见，真有，能感觉到吗？能。什么叫无表色？我们曾经见过的，在香港，我们看到香港跟九龙的时候。这当中是海，啊，是海水，我们都看见了。现在我们坐在这房间里，我们想一想，这个海下的水，能不能很清楚有这个概念？问你有没有事？有，你自己很清楚，别人看不得。这是物质啊，我们现在的念头起心动念，这个念头可了不起啊。无论是一个善念，是一个恶念，才动就周边法界了。啊，我们自己不知道。啊，为什么？还原观上告诉我们，无论是物质现象，或者是精神现象。物质也有波动现象，任何物质都有波动现象啊！所以现在科学家讲，这个宇宙是个波动的状况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。物质波动形成的，精神也是波动形成的。如果没有波动啊，精神跟物质都不存在。这个跟佛法了讲的宇宙万物的缘起就很接近了。啊，佛经上讲一念不觉而有无明。从一念不觉呢就起生起万物了。啊，那一念就是波动嘛。啊，可是科学家了没有把那个一念讲清楚。佛经讲清楚啊，我们看到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这个是对话在《菩萨住胎经》里面这部经啊，有这么一段对话。佛问弥勒菩萨：“心有所念。”啊，我们一般凡夫啊，六道里面凡夫，心里都起个念头。佛就问：这一念里头啊，有几念？这我们想不到的，一念里头还有几念？谁能想到这个问题？啊，我想现在这个最聪明的科学家也没想到。啊，一念里头有几念？换一句话说，这一念是多少个细念组成的？那这个问的才有意义啊！啊，有几念？后头接着问，有几相？有几时？啊，相是物质现象，时是精神现象。啊，佛问了这么个问题，弥勒菩萨是我们佛教的心理学家。如果佛教看作教育，他是专门教心理学的。
啊，他回答世尊，实际上他们两个人谈话是给我们听的，不是不知道啊。弥勒菩萨说，一弹指，啊，这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了。我们这个世间人起一个念头，大概就是一弹指啊，啊，这一弹指多少念，多少个细念？32亿8000万，啊，单位是百千，百千就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亿8000万，我们中国人讲320兆，你看一弹指，一弹指320兆，这佛经上说出来。科学家没说出来啊，弥勒菩萨说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物质，就是佛说的相啊，相分，阿赖耶的相分，形界有识，每一个形都有识，这就是说物质跟精神从产生的时候就同时，没有先后啊，物质里头一定有精神，精神里头一定有物质啊，这个物质里头有，佛经里头有一个名词叫无表色啊，我们肉眼能看到的是表，有表物质现象啊，无表色，我们看不见，真有，能感觉到吗？能。什么叫无表色？啊，我们曾经见过的啊，在香港，我们看到香港跟九龙的时候，这当中是海啊，是海水，我们都看见了。现在我们坐在这房间里，我们想一想，这个海下的水能不能很清楚有这个概念？问你有没有事？有，你自己很清楚，别人看不得，这是物质啊。啊，这就说明精神里的物质啊，精神是什么？精神受想行识啊，受想行识从哪来的？是从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是心得，觉悟了受想行识就没有了，就转变成见闻觉知，迷了见闻觉知就变成受想行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，变质了啊！受想行识是六道凡夫的五种受这不是真的啊，所以佛在经上讲，我们的身叫五蕴，合合成了这个身体。啊，这众缘合合叫众生呐，啊，一个人叫众生呐，众缘合合而生呐，啊，这里头有色法，色法是物质，就是心，啊，有受想行识心法，啊，受是前五识，想第六识，行第七识，啊，幕后那个识就是阿赖耶，啊，精神现象，啊，所以我们说唯无说唯心都错了，啊，心无同源是一桩事情，决定分不开的。啊，我们
动物有受想行识很明显，植物有没有？有。矿物有没有？有。啊，很难得啊！日本江本博士，水是矿物，他细心去观察水，水能看、能听、能懂得人的意思，有见闻觉知。但是矿物有见闻觉知啊！我告诉他，我说不但水有见闻觉知，所有矿物都有见闻觉知。我现在你只是把它的色看到了啊，色相看到了，它还有声香味，这个三种你还没有能够发觉，你要好好继续努力啊。任何物质里它有香啊，你能闻得见，它有味，它有音声。你现在只看到这个色相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佛讲的，在三千年前说的这么清楚啊。他现在做实验才看到一个啊，他佩服了啊，原来以为佛教是迷信，不敢接触啊，现在他明白了，他相信了。幕后问我一句话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？我听了一听笑一笑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们都是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。我说这是上帝安排的。他很惊讶，这怎么是上帝安排的呢？我说如果中国人团结起来，你们还有饭吃吗？大家一笑了之。真的，他笑，讥笑我，讥笑我们不团结。中国人真聪明，就他们知道，哎，就是不团结，还好他还有饭吃。底下一段还是讲契机啊，这一段寓意深远。我们看了一个经文，又契机者，亦与其合时机之意。这一段讲得好啊，这是显示出黄念老的真实智慧。啊，很重要。契合什么？契合现代这个社会时期。如来垂此，独留此经与注经灭尽之最后百年。啊，佛法将来会在这个世间消失的，会灭掉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法是原生的，原生原没有了，它就灭了。啊，原生原灭嘛，它不是不灭的，啊，它是因缘所生法，啊，所以它也不是真的，啊，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你讲的多透彻啊！佛法好啊，好不能贪了，不能去贪心啊，去贪心就错了。啊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举了个比喻，啊，他用过渡船筏做比喻，要过渡要小船呢，啊，或者是筏，木头编的，或者是竹子编的，啊，这渡河用的。他说的筏了，就跟这渡船一样，啊，是帮助你呀，从这个岸渡到彼岸。到彼岸你就得舍，你舍你才能够上岸，
你要不舍的话就错了，你永远上不了岸。所以告诉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这个舍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执着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你放在心上就错了。为什么？它是有为法，它是缘生法，它不是自信。你能够一切放下，你就见性了。性才是唯一的真实法了，不生不灭。样样具足，样样圆满。智慧具足，德能具足，相好具足。像我们今天讲福报是你自己本自信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找来的，外面没有啊。而且呢，是永远享受不尽的。这才叫宝啊，真的是宝啊。自信三宝啊。这是佛教我们真正要去要求得的。把它找回来，现在迷失了找回来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智慧从哪的，就自己本来有。你去求智慧没这回事情。你所求得的是知识。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。智慧怎么求法呢？智慧把心定下来。清净心生智慧。那我们的心不定，里面心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所以它不生智慧，生烦恼。清净心生智慧。所以智慧从放下，智慧就出现了。放不下永远没智慧。你所学的全是知识。知识能解决小问题。解决小问题还有后遗症。那科学技术解决问题的时候，那要是解决大问题就有大后遗症。小问题与小后遗症，解决小问题还可以，解决大问题就带给全世界的灾难，最后到地球的末日。科学技术带来的中国人聪明啊。我是在1982年，我第一次到美国，第二次是1983年，沈家珍居士请我去讲经，在纽约。到纽约那一天，他请我吃饭，客人也很多。里面有很多当地的美国人。我相信他们都是沈老居士的好朋友。有一个人问我跟我说，他说现在我们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了跟过去不一样了。过去总认为轻视中国人。认为中国人没有文化，野蛮人。都现在我们知道了。全世界一个一个比，中国人第一，中国人有智慧，很能干，一个一个比中国人第一。两个两个比呢，这犹太人第一。三个三个比日本人第一。幕后问我一句话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？我听了一听笑一笑，
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们都是信奉基督教、天主教的。我说这是上帝安排的。他很惊讶，这怎么是上帝安排的呢？我说如果中国人团结起来，你们还有饭吃吗？大家一笑了之。真的，他笑，讥笑我，讥笑我们不团结。中国人真聪明，这他们知道了，哎，就是不团结，还好他还有饭吃。啊，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啊，我在美国遇到事情很多。那么现在啊，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，对于这个地球生态这破坏已经到严重的程度了，所以地球上灾难这么多啊，不是没有原因呢，人为的。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再继续这样破坏下去，现在各地方这些灾难，那是什么呢？这是大灾难的先兆，我们已经看到了。再要不认真努力，这个灾难是决定不能避免啊！所以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，不能不认真努力来修复啊，化解灾难没有别的，就是劝导大家回心转意啊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灾难可以能够解除。不过有个念佛堂在这开的，告诉大家，我到我这儿念佛七天肯定往生，你看有没有人敢来？不敢来了。那天天这求往生啊，七天准定往生，在念佛堂一个人都不敢来。夫净宗之妙在于不离佛法而行事法，不废事法而正佛法，这是净宗的殊胜。啊，真是巧妙。啊，下面说是因持名之法最为方便，随地可修啊。随时可修，随处可修。啊，心里面一句佛号啊，要真正做到大势至菩萨讲的标准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，把六根管住，不往外跑啊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管住了啊，六根呢，不向六尘境界去跑啊，凡夫外面六尘境界引诱你的六根呢，你这是造业。真能管住了啊，对于外面境界看不看，看看怎么呢，没放在心上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啊，没走心啊，这叫功夫。那心里是什么呢？心里面是阿弥陀佛，
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给你谈话交流，这世间法了。啊，心里面那个佛号没断呢。啊，不是说我有事情办事，我把念佛放下来。那是什么？那是功夫还不够，不到初学的人，哎，要这样做法啊！特别是用思考啊，你暂时把佛法放下啊，你去办事，事情办好之后再念佛。如果得到念佛三昧，就没有这个障碍了。啊，二六十中他佛号不间断，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。我早年在台湾，有一年过年，啊，有一位老居士，啊，过年的时候来看我，啊，也是那时候我们华藏图书馆的老信徒啊，他来告诉我，他说法师，他说我现在心很清净啊，我什么都放下了，可是就是孙子放不下啊，他念佛的功夫很好啊，孙子放不下。我就告诉他，你能把阿弥陀佛想成是你的孙子，你就成功了。哎，他并没有念的孙子没有念的，他心里都真有孙子，时时刻刻都有孙子的影子。阿弥陀佛挂在口上，里头心里是孙子。啊，所以我教他个方法，换一换，把你孙子换成阿弥陀佛。啊，我说你就成功了，对不对？心上真正有啊，那叫做念佛啊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大势至菩萨说的。啊，我们如果是一心一意就想极乐世界，就想往生啊，这不往生麻烦可大了，不往生就得搞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实在太苦了，不想再搞了。那这六道里面东西是不再去沾染它了，你心就定了，什么都不想啊，每一天三餐饭吃饱就行了，什么都不要讲究啊，能吃饱就够了，衣服能够御寒行了，有个小地方可以睡觉就够了，还要什么？你就知足了，知足就常乐了啊，心里面没有一丝毫负担啊，身心都没有压力，你是多自在啊，心里头真有福啊，这样的功夫快则一年，慢顶多三年，你念佛三昧就得到了啊，念佛三昧什么清净心，无量就而且这个无量寿经的经题里头清净你得到了啊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不再生烦恼了。那什么时候往生呢？在这个境界里，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，你这一想，阿弥陀佛就来了。
啊，有寿命，寿命不要了。啊，现在就去行不行？行。你的信息送到阿弥陀佛去，只要你一起念阿弥陀佛就知道了。啊，他就来接引你。没有这个功夫不行呢，怎么想也想不来呀。啊，为什么想不来？你是妄想。啊，佛不来。你对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还没放下。啊，真放得下，随时可以去啊。啊，这个世界这么苦，受这么多年苦，还有什么好留恋的？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永远离苦了，离苦得乐。啊，为什么不干？实在讲，贪生怕死。啊，如果有个念佛堂在这开的，告诉大家，我到我这儿念佛七天肯定往生，你看有没有人敢来？不敢来了。那天天是求往生，那七天准定往生，这念佛堂一个人都不敢来。假的，不是真的嘛？那口是心非嘛？所以这是我们明了之后啊。的真感啊，这道理统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啊，确实不离佛法而行是法，是法佛法一点障碍都没有啊，无论做什么工作，心里的佛号不见得啊，这叫功夫成片啊，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。啊，但是不要紧。啊，世尊明白地告诉我们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圆证四土啊。这种殊胜的果德到哪里求啊？八万四千法门只有这一门有，其他的没有啊。所以遇到这个法门多难得，多不容易啊！遇到了不肯干，当面错过这个罪很重啊，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祖宗。因为你也往生成佛了，你的家人都得度了，无论他在哪一道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他有苦有难，你就能帮助他。啊，他跟你有缘吗？所以他有感，你就有应。啊，他在受苦受难，希望有人帮助他，那就是感。啊，你跟他有缘，你立刻就这个信息就得到了。啊，你真的能帮助他。阿难若是梵语，就找一个清净地方，那随时可以修啊。那这香港是最繁华的地方了，可不可以修？可以，不碍事，不废事法了，而正佛法。不废跟不离是一个意思。啊，这事法是什么？给诸位说。弟子规释法，感应篇释法，十善业也是释法，
啊，你看看这三样东西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用在自己工作当中，用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，是法了，给世间人做好榜样啊！啊，心里面是阿弥陀佛，这就成功了。啊，这些事法不但没障碍你，你在那个地方累积功德了。到极乐世界提升自己的品位啊，你做了多少好事，在社会上做很好的榜样啊，你那个清净心人家看不到啊，可是你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人家看到啊，改变今天社会风气需要这个。啊，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都是好东西。啊，他对于这个子孙多么爱护啊。无比的深恩大德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子孙不孝啊。不能体会祖宗的爱啊，把他们的教诲丢在一边啊，还说他过时了啊，这样的心态你说能不遭报应吗？啊，我们真是难得了，在这个时代，这样的年龄遇到了，才觉悟，才明白了。啊，赶紧回头，认真来学习。啊，自利利他，啊，利他就是自利。你自己不认真学习，你没办法利他。自己真学，真得到好处了，别人看到了，他就来学习。啊，表现得好啊！啊，我记得我们早年在美国住，啊，附近的邻居都是美国人。啊，我住的一栋小房子跟韩馆长是对门。啊，这些邻居对我们很羡慕。啊，有一天早晨我们出去散步，外面是公园。啊，我们邻居看到我的时候，啊，他给我们讲，他看到我们每一天都是那么快快乐乐的，啊，都是满面笑容。说你们是做哪一个行业的？为什么这么快乐？啊，我们告诉他，我们是念佛的。这什么叫念佛？这机会教育来了吗？啊，念佛学的是什么？啊，那我们就告诉他，念佛学的是智慧。哦，他听了这个要，他也想学。我说第二个长寿，第三个快乐，这我们要啊。他们都是些基督徒啊，星期天都上教堂去的。啊，那我就劝告他，星期六到我们佛堂来，哎，学智慧，
学长寿，学快乐。星期天你们上教堂，啊，不违背，啊，你们那里有神，我们这儿有老师，佛是我们老师的，不是神。啊，真的以后人慢慢就多了，附近都来了，哎，啊，所以他是先看看了好几个月，啊，才来跟我们接近。啊，慢慢的时候他就懂了，啊，所以我说信仰宗教跟学佛不冲突，啊，我说那个你们信仰宗教，神是你们的父吗？啊，你们是父子关系，主仆的关系，啊，你到我们这来了，跟释迦牟尼佛是私生关系，你在家有父母，在学校有老师，怎么会冲突呢？啊，他们听了很高兴，啊，不冲突。啊，啊，下面这个黄老啊，提给我们提醒啊，随地可修，何待遁入山林？随时可念，不劳闭关应作。啊，这就是讲，不必去找一个阿兰若，啊，阿兰若是梵语，就找一个清净地方，那随时可以修啊。啊，这香港是最繁华的地方了，可不可以修？可以，不碍事。啊，这比修其他的法门方便呢。啊，你比修禅、修密，那环境的影响很大。啊，都要找一个清净地方。啊，叫兰若，就意思是清净，很安静。啊，标准呢，古时候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以这个为标准。在农村里头养牛，牛叫的声音最大，啊，你这个地方是牛叫的，村庄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那叫清净道场，念佛了，啊，那是要有的有福报啊，在没这个福报的时候，闹区也行，啊，也能修得成功，啊，所以不必要啊。遁入山林，也不需要闭关应作，这个应作是静坐啊。那现在这个社会，小家庭工作都非常忙，哪有时间去打坐啊？所以这个法门就殊胜，这个法门一点障碍都没有。但发广大决心，一向专念名号啊，下至身念一念亦得往生，不务世间工作，依旧顿脱生死，既能自觉觉他广度众生于未来，亦复自他居利造福社会于当时啊。这是真的事实，说明这个法门适合任何一个时代啊，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啊，科学技术发达啊，人们的工作忙碌，是分秒必争啊！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！你要不认真学习，就会落伍了啊！所以，尤其是科技这个行业
啊，我们看到他们的培训班，啊，半年就要去再教育，那更新的东西出来了，啊，都要去学习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，啊，接受新的东西，啊，有的时候，啊，三个月要受一次培训。啊，一年两次到三次，这是不能少的。啊，确实是很繁忙啊，生活在这种社会，你要想成就道业不容易。啊，但是净土这一门的时候，给你带来方便。啊，把你的难题啊化解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